一个神奇的能力，这是五只不同颜色的螺丝，帮我检查一下，先把它全部旋开，把它转开，全部转开，转开这边检查，这是很普通的螺丝钉，对啊，没什么其他的问题，对啊。好，这边呢有对应的五个不同颜色螺丝的图片，是，来，嗨，我这边不同颜色卡片，请你帮我把它拿去，在背后洗乱它，洗乱，好，对，洗乱它，洗乱，洗乱它。在背后洗乱他的意思是在背后洗乱他，不用转过身去，在正面洗。哎，我的头脑会混乱嘞。他洗牌一定要看着牌，不好意思。好好好。哦，不用看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洗乱他以后，拿出乱了，拿出其中一张放在桌上，任何一张都可以。桌上好，放了。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是什么牌，对吧？对。剩下牌坐在你屁股底下。你有没有坐屁股下面？坐屁股下面。你怎么老爱叫人坐在屁股下面？换一个嘛，我帮我把螺丝全部旋起来，旋回去。要再把它旋回去。对对。我刚刚一直叫大家检查是真的打得开的，都没。好假嘛。你知道不是？我放里面。是。但是就你，等下帮我把它洗乱。好。你可以这样子洗，或这样子洗，或这样子。好。那里面螺丝在里面排列的顺序是乱的。好。用力，用力。用力的摇。好了，没人知道你刚选是什么颜色的卡片，对，也没有人知道这里面五只螺丝他们怎么排列的，是，要干嘛？黄色，绿色，蓝色，红色我吃不出来了。对。